是上课的第三天，昨天花课本，今天在报到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就领起一本他们香港见证的心得书，每一个同学都送他们一本啊，所以他们也都很开心呢 啊，在报到处的地方，每一个人就送他们一本啊，这一本见证书里面有很多他们香港历年来活动的照片，还有许多的见证啊，这些见证都是非常好的心得跟应该调整哪里的分享啊。他们在报到的时候就一个人领起一本，总共必须分发900本的见证心得书啊，义工也非常辛苦，但是学员非常开心。